哎，我跟你昨天本来是我们，还是昨天我们本来全队都要直播的，昨天本来是那个，对，直播日都要来直播的，因为什么呢？而且昨天是周三，昨天来播了就没事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前两天上海下雨，下大雨，那网出了点问题，今天才刚修好，所以今天就来直播了。重头戏讲不了，重头戏讲不了，上素材，上素材。上素材学会，哼，真的，真的没骗你们，昨天真的那个网断了很多，网断了2天。本来我们昨天那个直播日的，本来要昨天不给你们播一整天的，每个人给你们播10个小时，但是他就是那个网断了，真的很无语。我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会讲那个？会讲下周三前必来呢，因为早就安排好那一天时间来给你们直播了，但是他出现了意外，我也很无奈。有没有人玩终极魔点？玩吗，史思明？我的史思明都不玩，那应该没人玩了。好多司命棒啊，司命棒入侵韩服。我也去改一个司命棒的爹。你去当儿子吧，你还当爹，你那个分数还当爹是吧？原来当什么是跟分数有关系啊？我以为是跟比赛里的 MP 获得次数有关系呢。还有3场比赛，假设能赢6个小场，有几个会属于我呢？要5个不过分吧？我们打那个 AL 第二盘的时候，我看到晨晨在塔下操作了一波，杀了对面2个人。我当时跟他说了一句：“这把 MP 非你莫属了。说这种话的时候，就在影响队友。然后他就拉稀了。我只能说，机会在他面前，他没有把握住，现场毒奶，嘿嘿，直接进行一手给队友压力。哈哈，是，本来想着收了2个头回去买什么装备出来，怎么好好打？是的，突然给我整一句，整的压力有点大。然后后边操作就总想着怎么样才能打出 MP 的表现呢？然后总是想着这个问题，结果就越打越不好，然后就摆烂了。我操，阿肥分这么高，肯定不会排到我吧？哎呦，这是谁？瞧瞧这是谁呀？四名帮黑小虎。我还以为分比我多高呢，哦呦，原来能排到我呀！好，进了。哎，带什么电型给你们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这个艾里妖姬。带电型都 out 了，现学现用好吧？三级那个闭月塔单杀。直接回了，算了，你冲了这一拳就退了。我打，我操，你也挺逼气的，你又轰老子的线，算了，你吃了吧。你别被他杀了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杀子弹吗？要集火箱，等他去这种吃线，然后赶紧快直接看下去，有安吗？有闪吗？被他摸走了，对对对对，5秒。快跑啊！快跑啊！我操，这什么操作？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子把对面杀了。他厉害了，就他这一个，
感觉我还能抢救一下，感觉够吧。OK， 从现在开始一次不死。可以看到我的表，一块好。加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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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拿，别怕别怕，别怕也没事。我送，来看龙吧。干吗？是哦，没打大龙为啥会有个那个大龙被打掉的显示？好奇怪。这虚弱把伤害全挡光了。拜拜，控是好局，我的评价是这把被翻盘，哦，也不算被翻盘。